业帮直播课疯狂的麦吉马上回来。作业帮直播课疯狂的麦吉正在播出。本栏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麦吉 TV 同步答题闯关即将开启，下载麦吉 TV 参与同步答题，终极大奖等你来赢。石头城高能预定，名嘴学院大集合，王牌主持前锋金明。学霸团陈明、胡一星、唐九洲，高分贝课代表于莎莎、小兔，协力贤宝贝萌儿、程程，开启夺宝新篇章。麦吉麦吉麦吉，大家好！哎呀呀呀，我看看是谁来了呀？真是不得了，原来是名嘴学院的成员们光临我的石头城了，嘿嘿，那么看来今天我可要向你们好好学习说话的本领了。那就从这里开始学吧。本节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，作业帮累计用户超8亿。小兔姐姐，快帮我们说一下宝藏石盘的计划吧。只要我们今天啊拿满12座石像，就可以点亮一颗能量宝石，整季点亮7颗能量宝石，就可以解锁作业帮直播课的超强锦鲤大奖。哇，太好了，我们要加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作业帮直播课的小雪球提醒我们，即将前往 X 密室的是前锋陈明、鱼莎莎、小兔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俩有信心。好的，我们一起出发喽。这好帅啊，好高级啊。天哪，这是什么鬼？哇哈哈，我没进来过，但是我最怕这个大电风扇了。这叫大电风扇，看着都太恐怖了，这么深。我的心很镇定，但是为什么这个绳子一直在抖呢？没关系，我的地板也在抖。你的地板抖速有点快了，试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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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就一人站一个位置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在我对面？那陈峰老师好像一个终极大 boss。对。好吧，好吧，就上来吧。好滑呀！我就站这里了，我就站这里了，我喜欢这个位置。好，你在世界的中间。啊！吓人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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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密室历险现在开始，请挑战者依次在15秒内完成问答挑战。X 装置启动。哎呦！哎呦！限时问答现在开始，前锋请听题。啊？请问什么飞机常常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？晚班机？什么机？好晕啊！这种题太难了吧？啊！纸飞机，纸飞机。时间还剩10秒。10秒，加油加油！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的飞机。飞机，纸飞机，纸飞机，纸飞机。回答正确，前锋所在区域安全。鱼莎莎，请听题，请问马为什么站着睡觉？因为怕受到睡觉的时候怕受到伤害。因为睡觉的时候怕受到伤害，要随时奔跑。回答正确，鱼莎莎所在区域安全。哎呦喂！小兔，请听题。帮我呀，帮我呀，明哥放开莎莎姐。请问动画片《汪汪队立大功》中机器狗是谁发明的？汪汪队，汪汪队，汪汪队里的有谁？汪汪队队长莱德，莱德，莱德。Yes， 回答正确，小兔所在区域安全。陈明，请听题，请问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刚收孙悟空为徒弟时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是什么？金箍，金箍，或者是金箍棒？第一个不是，第一金箍棒是东海龙宫里唐僧，那个虎皮裙。哇，回答正确，陈明所在区域安全。哇，我们太强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，太稳了。
第一轮挑战结束 ，X 装置复位。要吐了！一，我的天哪！下一轮是什么？哦，跷跷板。而且跷跷板是不是跟重量就有关系了？那我这边永远是在下面呢。X 密室第二轮挑战现在开始、哎、，X 装置启动。哎，怎么弄啊？我拿去。不行，前方就往后一点，我拔不住。我应该往前。前方应该往前，把他那个力矩缩小。兔子往后，兔子往后。我放不去。珊珊往后，珊珊往后。我动不了。太真实了吧？请听题。请将选项框中企鹅翅膀的正确作用放入答题框内，答题框在前方所在区域，其他三方均有选项。限时五分钟，挑战开始。我们现在去找球，企鹅翅膀的正确作用。我来。哦，不行，你过去了，他要下去了。我太滑了，不是，我应该换个姿势。莎莎姐现在用两腿之间的肌肉的摩擦力，我大腿要抽筋了已经。你往后，你往后，你往后。你别动，前方。嗯，你往后，你往后。我不，你是不是可以稍微动一下的？你往前，你到这儿来。你往后，你往后。你往前，我自动就落下去一点呢。干得漂亮，峰哥，可以跑，可以跑。哎哎，我。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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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峰哥，你真的是练舞蹈。我猜你这个，我猜你这个，你峰哥，你往后找答案。哎，对对对，找答案，找答案。但是你一定要保持平稳，别踩了，峰哥。放心放心，我们来调整。我来调整。你不能动。我来调整平衡。我转过去啊。你放心，你往那边走，我会往后挪。哎，一，好。一，好。你看，这就微调是吧？微调。一。好，我感觉明哥把我当成他们家小孩在哄。挪，好了，不，你要稍微上去一点点，你才能拿到那个球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慢慢的。好，我加油啊！直腰，对，漂亮，优秀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好，看看里面有什么答案。答案是觅食，我觉得不对。是吧？他说这个我不要，这个要这个。哦，不是觅食，应该是哈，应该是游泳。还有一个小兔，把它全拿出来，全拿出来。写的什么？滑雪。翅膀原来滑雪，也很好笑啊。他是拿那个雪橇这样吗？滑雪。铁峰老师那个反应。还好练过两年功。哎，企鹅在滑的时候是贴着地的，两个翅膀调整方向是有滑雪的作用，先把它放进去，没准放了就赢了。现在正好这个又在上面，我们把球滑雪先给峰哥。好的。友情提示，答错将会失去一名队友。错了，你先拿吧。来，莎莎。完了，莎莎姐懵了。你慢点。我往后了啊。哎。我往后。哎！陈明，你要帮他一下，让他帮助你们平衡呀。等一下！不行！好，稳住，完美。莎莎往后就能拿到答案，往后就能拿到答案了。不是我这。莎莎，你要再什么一点？你跟我说。你往后转。我太丑了。你下来了！哎！你要是滑过来的话，那边就必掉下去。莎莎，你踩住我的手掌，踩我的手。对了，上手扒在那个岸边。太滑了！那个谁呀？不是，等一会儿。哎呦喂！快点！咱俩一起往后挪，峰哥别动，莎莎姐动，因为峰哥的重量在这里。不会。这样，我跟你们保持住平衡。好，现在很稳。加油。好，你只要站起来就行。我还要站起来。
我要站起来了啊！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，因为你的重量不会改变。对对对。妈妈，不要掉下去呀！站在这边。原地站起来，不要再往前也往后。好，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。他站起来了。我要站起来了。好，去够答案。扭头，扭头，扭头。够不到，等一下啊！再走一步。我的腿。他是在模仿企鹅吧？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往左看，伸手。好，一共两个球，一个手一个，全部拿下来。飞翔不是正确答案，拿那个黄色的。等一下，莎莎姐把它塞到衣服里了。别笑，别笑，我没有地儿放啊。哎，黄色的是什么答案？划水。划水。划水，划水，把球缓缓的给陈明。来来来来，走。等一下，我先找个姿势啊。好。那个姿势舒服吗？有点舒服。他说这个的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好，平衡了，平衡了。明哥、峰哥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难题，就是是的，我没办法上去。莎莎姐，你要在最下面，峰哥要在上面，他才能。哎哎，这样呢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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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哎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帮你调，我可以帮你。芭蕾的感觉，峰哥。起飞，天鹅湖，峰哥，白天鹅，对，白天鹅，不像白天鹅，感觉像烧鹅。峰哥，飞上去，小心小心！哎，拍我的手，峰哥，看到我的手没有？漂亮，好感人啊！峰哥，你多少斤？我就最后一搏，好不好？加油！陈明，往我这边压一压，往你这边压一压。好，漂亮。漂亮漂亮，陈明老师拿手做那个支撑，稳住稳住，很好很好，你们两个现在非常平衡，特别棒，峰哥可以站起来，站起来去投，完美，就在这一头了。怎么了？请前锋趴好，等待判题。就算我们对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正确，恭喜 X 密室历险成功！妈呀，太难了！漂亮！我们的照片，我们能上墙了是吗？彩色的照片必须上墙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提醒您，正确答案有滑水、滑雪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为您加油。麦吉麦吉麦吉！哇哦，恭喜恭喜恭喜大家！没想到前锋哥哥看起来跟麦吉差不多，但是真的很灵活嘛。我们来看一下宝箱里面，你们可以获得几座石像呢？四座，太棒了！我们任务达成了三分之一，真了不起！让我们回到加油室吧。欢迎！好好，我来上场，安全时回来，记得给双手消毒哦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太难了！哎呀，眼前一下就亮堂了起来。要问我们冲关的感受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是相当的轻松。麻吉麻吉麻吉 ，Hello Hello， 前锋哥哥，很轻松吗？非常轻松啊。那我们再来10遍吧。好，来吧来吧。陈斌哥哥，你真是又冷静又沉稳，又能控场，不愧是名嘴学院的老师，太让人刮目相看了。作业帮直播课的小雪球提醒我们，即将前往怪兽密室的是陈斌。鱼莎莎、唐九州，如果你们遇到了困难，记得使用作业帮直播课的锦囊哦。每一分都来自专业的指导和科学的努力，作业帮直播课给你们助一臂之力。好的好的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！出发！加油！加油！
哎，莎姐，女士优先。我不是女的，乖，我不是女的，就是你的。我说实话，我从 X 密室，我腿软到现在。怪兽长得有些许潦草，这是那个怪兽是吗？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杀掉我，杀怪兽，杀怪兽，还能唱歌，看来不害怕。哇，你正在动了，已经开始了吗？麻吉麻吉麻吉！啊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快进安全屋，快进安全屋！啊，快来！有个墙，有个墙，快快快！怪兽密室历险现在开始，请挑战者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，通过挑战回到安全屋。找门，就这个了。对，随缘了，随缘了。随缘了，好随意啊，各回各家，好随意啊。哎，这不是 B 区啊，我是 A 呀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呦喂，哎呦 ，C 区 C 区，我是第一个吗？安全屋关闭，深渊打开。唐九州，请完成列举题挑战，每答对一题将会升起一块石板通向安全屋。请听题，请列举出一字加一笔能变成的汉字，例如工厂的厂。厂，二二二十二十，一字加一笔，十，输过了。还有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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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字加一笔。七，一字加一点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。要是，哎呦，我不行了。七哦，七。答题继续。还有啊？还有。七，一字加一点儿。对呀，有没有人啊？还有什么？让我再想，我再想。什么？不知道啊。还有什么？丁，进去，哎，可以进去，可以，哎。我进来了，恭喜唐九州回到安全屋。正确答案还有钉子。哎呦，钉！挑战继续，鱼莎莎挑战开始，请在怪兽到达前完成冰狗盘挑战，每个数字对应一个挑战，成功完成三个连成一条线即可回到安全屋，请选择数字。五，请听题，请完成下图动作并坚持十秒。对的 ，OK， 非常好，十秒，可以，双手合十，哎呀，不行，差一点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完美。请继续选择下一个。三，
请听题，请在十秒内唱出歌曲《青藏高原》的最后一句。那就是青藏高原。可以。请继续选择。去。请在十秒内将下列词语连成一句通顺的话。锻炼使身体更加健康，漂亮！恭喜鱼莎莎回到安全屋。漂亮！谢谢怪兽，怪兽有怪兽有怪兽，棒！漂亮！谢谢怪兽。这个太顺了。来来来，陈明挑战开始，深渊复位，帮他。请问下列哪个建筑是真实存在的？左边区域是 A， 右边区域是 B。B 是那个什么的世界 ，B 是那个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，肯定有啊。所以 B 是真实存在的吗？不是 ，B 是在电影里真实存在的。对啊，但它肯定会建出来、啊。还是他是问图片。九州，帮我看左边为什么无法在物理上真实存在？帮我看一看，它有没有什么物理反常的地方？物理上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窗帘吗？比如说树的影子。但是它刮风，你看它右边那个树是有风这样吹过来。但它会不会是一个真实的，就是有钢体质的东西？请移动至所选区域。好了 ，B 了，我选 B 了啊，同志们。B 楚门的世界里有。有这一部，它应该是在电影过程中，它也会建筑那个建筑吗？如果它是电影里的，那就说明它在棚里真实存在过。对，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对的，它在棚里真实存在了。倒计时十秒，我现在已经懵了。哎、B 就是 B 吧。陈明老师，你一定要留下。B 是 B 吗 ？B， 求求你了。请等待判题。My God！ 回答错误，很遗憾，陈明《怪兽密室历险》失败。不是 B 吗？我就说麦基没那么简单，我声音都抖了。安全物流，我们两个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正确答案是 A。A 是在哪儿啊 ？A 为新西兰的一件雕塑作品，名为《地平线》，新西兰艺术家尼尔·道森的雕塑建筑作品。哦。道森哥，脑这个时候你说你知道，完了，我们的脑子走了，只剩下身体，我们没有灵魂。是啊。下面进入终极挑战，共一题，请听题。什么题？陛下是古时对君王的尊称，那么请问其中的陛指代什么 ？A. 宫殿的台阶 ，B. 天的别称 ，C. 玉玺。请在30秒内确认答案。天的别称，我觉得 B 应该先排除，因为皇上就是天啊，怎么能说陛下天下不对吧？这个皇上是天子，一人之上万人之下，他只比天。啊、陛下，他只在天的下面。天的下面就是天子。对啊，我知道，就是皇，我知道皇上称寡人，因为他很。时间还剩15秒，快 ！B 吧。B， 这道题就是 B 了。玉玺的下面，玉玺的下面一代庄陛下。哎呀。天子不就是天的下面吗？我觉得你说那个印象的下面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我觉得台阶的阶有点高旁啊。那 A 还是 C 呀、啊？是啊 ，A 还是 C 呀、啊？啊，输掉了，不。哦，我是啥呀、啊？你不知道你是什么？我是 A。哦，我不是。时间到，请确认答案。快，时间没时间了，没答就没了。C， 请躺好，等待判题。我好紧张！完了！天哪！怎么这么长？回答错误，很遗憾，《怪兽密室历险》失败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提醒您，正确答案是 A 宫殿的台阶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为您加油。麦基，怎么了？干嘛垂头丧气的？哎。我们辜负了组织的信任，我们没有前锋在真的不行。前锋没有峰哥，没有福娃，谁能答对？啊，谁能呢？啥呀，我最后一题必喊的比谁都大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几座石像呢？好歹给两个。噔噔噔噔噔，哦，还是非常
常棒的，我们一起回到加油室吧。前往石锤密室的是前锋金宇、胡一星、唐九洲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镜头挡得死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往前走根本就看不到你们。哇，我这么大个锤，大锤子你又来了。麦吉麦吉麦吉 ，Hello， 真不想看到。Hello， 前锋哥哥，你觉得你更强壮还是我的小锤锤更强壮啊？哼，他试试吧，锤得动我吗？好，要不跟我的小锤锤 PK 一下？来一锤啊！别闹，待会儿来一锤试试啊！不可能给他有这个机会。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这下有自信了吧？这下魂都没了，还有什么自信？还好我没有去，太恐怖了。石锤密室历险现在开始，请胡一星进入答题区。来吧，胡老师，星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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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会还没走拢你就掉下去了吧？这锤怎么抡起来了？这个还会动，这个还会动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小准重心啊！重心，靠反应抓那个棍子。挑战开始。哎呀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着了吗？几号啊？五号。线索是长在树上。长在树上。啊！苹果。哎呀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个好难，太难听了。没事，稳住，稳住。可以。好。好。可以。几号？漂亮，漂亮。线索是吃了可以让人变快乐。榴莲，榴莲，你已经没有转弯机会了。时间还剩一分钟。荔枝、榴莲、苹果、香蕉、葡萄、苹果、李子、梨、柿子、梨。你要讲，不然我们讲任何都没有用。吃了可以变快乐。对对对，你要香蕉、苹果、香蕉。回答正确，香蕉。好，香蕉。香蕉。剩余线索还有有医用价值、高热量、小黄人、猴子最喜欢它。香蕉嘛，香蕉，猴子最凶。回答正确，距离石锤砸下还有五秒，请胡一星迅速移至安全区。往上爬，走走走走走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走。我的天哪！哇，就差两秒钟，请剩余挑战者通过第一石桥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哎，为什么是香？为什么是香蕉啊？香蕉的确是有它那个成分，里面是让人开心的那种。对对对，答完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是香蕉。哎，它会转，它会转。麦吉太可恶了。第二石桥挑战开始，请选派一人准备作答。来吧，周周，我来吧。请唐九州进入答题区。他又准备砸你了。哇、这个怎么斜过来了？哦，它在晃是吗？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晃，好，好了。哦，到这儿的时候就会变得更陡，因为它角度大。好，我们就过不去了。啾啾就靠你了，啾啾。请选择任意类别进行问答挑战，获取相应方块填满装置，每人限时九十秒。先来大的吧，两种战术，请选择。就是学科，两个学科加两个生活，可以拼起来。学科类，请听题，请问鳄鱼是通过哪个部位排除体内多余盐分的？鳄鱼眼睛，眼睛，
科，再来一个。眼睛，请用所得方块填充装置。两学科两生活哈、啊。哇，学霸就是学霸。学科。接下来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，请问26个字母 E T 走了还是几个字母？开走 U F O 21个。对，哇，开走了 U F O。他说什么？开走了 U F O。E T 带走了 U F O。所以还是21个。我这辈子也打不出来。请继续填充装置。生活，生活，生活。生活类，请听题，请问通用的体温计最高刻度标准是多少摄氏度？39、40、41、42，可以随便拿吧。回答正确，请继续填充装置。时间还剩20秒。别慌，别慌，稳住。生活，生活，生活，生活。请听题，接下来是一道脑筋急转弯。水果大会结束后，有个水果忘记回家了，请问他是谁？榴莲。请填充装置。漂亮，漂亮，完美！挑战成功，距离实锤砸下还有5秒，请唐九州迅速移至安全区。肯定有事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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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麦琪真的好狠啊！请剩余挑战者通过第二石桥。金明姐，我们决定之后的关都让这两个年轻人来闯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们就坐享其成。早知道参加这个，一直站后面就完了。啊，多好！咱俩倚老卖老的，真无耻。无耻！要我在那我也这样。请全员移动至第三石桥。请蒲以星进入答题区。加油，星星！加油！小心，小心！哇、哦、哇！请蒲以星在90秒内连续完成是否8连问，并通过铁闸进行选择。第一题，请问铁树是否会开花？会。会。第二题，请问攀枝花是否会开花？不会。不会。攀枝花也是一种花名啊？攀枝花不是地名吗？重启是否8连问？第一题，请问芦荟是否会开花？会。哦，不对，芦荟会吧？会哦。第二题，请问苔藓是否会开花？会。会吗？会。啊！重启是否8连问？第一题，时间还剩20秒。请问含羞草是否会开花？会。第二题，请问无花果是否会开花？会。黄皮的火龙果是否叫黄龙果？否。时间到。啊！麦琪太调皮了。哎，你把那个口号告诉我，名师什么？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好。很遗憾，蒲以星实锤密室历险失败，请选派一人继续作答。我来吧，因为我好像这种常识真的不行。我觉得你们留在后面，我觉得你真的咱们胜率更大一点。拍不到，我觉得你真的行哎。加油，加油！不行你就 Q 我喊那个口号。好好好。名师有大招，什么？解题更高效，解题更高效。最棒直播课，开始。请问体温计上的水银柱上升后是否会快速下降？否，会的。要甩吧？哦，体温计，对。第二题，请问电脑前放仙人掌是否能防辐射？不能。对，不能，为什么要放啊，大家？第三题，请问熏艾灸是否能够去除甲醛？不能。哇哦！别着急啊。请问用从鱼缸里换出来的水浇花是否比蒸馏水更有营养？是的。是。用苏打水浇鲜花是否会使鲜花寿命更长？不会。我是不是可以用了？请问把鲜花浸在可乐里是否寿命会更长？不会。时间还剩20秒。不会。肯定不会。肯定有害吧。
啊！回答错误，重启是否八连问。可乐，开什么玩笑？可乐不是刷厕所的？对呀。请听题：视野范围的大小变化是否会影响人对速度的认知？时间还剩十秒。第二题，请问人的视野越窄，是否能感受到的速度越缓慢？是。时间到。课外辅导就上作业帮直播课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课外辅导就上作业帮辅导课。松哥，你刚刚不是说你记得这个口号吗？啊！对呀，作业帮直播，哥，他直播，哥，作业帮直播，哥。很遗憾，唐九洲实锤密室历险失败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峰哥一直在，所有的时间都在背这句话。请前锋进入答题区。加油！加油！慢点。哎呦！别着急啊，来吧。是否八连问？答题开始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问正确的刷牙方法是否是横着刷？不是。第二题，下雪时是否比融雪时更冷？不是。融雪时更冷。第三题，黄豆芽变绿后是否可以食用？黄豆芽变绿，可以食用吧？不可以吧？你可以求助。好。什么词儿？解题有大招，有大招，答题更高效。什么？哎，提示一下，别那么无情。口号是：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，课外辅导上作业帮。作业帮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课外辅导就上作业帮。直播课。作业帮直播课提醒您，正确答案是是。第四题，请听题，请问姜变绿后是否可以食用？好吧。回答错误，重启是否八连问。第一题，姜变绿不是发霉了吗？请继续听题，糯米变绿后是否可以食用？好。第二题，汤圆的糯米皮变红后是否可以食用？糯米皮时间还剩三十秒。啊？变红不就是有馅儿吗？里头？对呀、啊，变红，不能食用吧？那煮熟了吗？不就是？可以吧？不能。第二题，腊梅是否是梅花？时间还剩十秒。腊梅肯定是梅花呀。回答错误。不要解释了。时间到啊！很遗憾，前锋实锤密室历险失败。再见，完了！天哪，就看我了是吗？我还没有受帮助的机会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好吧，来吧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。明姐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英雄榜靠你了。好。答题开始，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问古代的蹴鞠是否就是最早的足球运动？是。第二题，请问钟南山是否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400米跨栏比赛预赛中打破了全国纪录？是。第三题，请问运动比赛中的倒数第一是否也可以是冠军？可以。第四题，请问拔河是否曾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？是。是。蒙一个是。第五题，请问鸡吃小石子是否是为了帮助消化？是。第六题，请问生活在水中的鱼是否会口渴？哇，哎呀，会口渴。会，海里，海鱼咸。会。第七题，请问河马是否比人跑得快？是。第八题，请问鳄鱼是否可以倒着爬？倒着爬？
时间还剩三十秒。是，我觉得是，因为那个姿势可以靠，我蒙一个，可以。是，可以，可以。是，可以。回答正确，挑战成功。请迅速通过第三十桥。啊，等一下啊！恭喜十城密室历险成功！马吉马吉马吉！哇，恭喜你们闯关成功！咦，最后一个关卡真的是太惊险了，好刺激呀！这么厉害，我们来看一下宝箱里面有几个石箱吧。获得了四座石像，我们一起回到加油室吧。好。金明老师，金明金明，通关必赢。麦吉麦吉麦吉，欢迎回到加油室。杜月帮直播课的小雪球提醒我们，即将前往炸弹密室的是陈明、于莎莎、程程、萌儿，怎么样？你们有信心解除炸弹吗？有信心，反正不是我去。萌儿和程程，如果你们在密室遇到了困难的话，记得要求助作业帮直播课的老师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出发吧。稍等，稍等，没事儿。麦吉，麦吉，麦吉 ，Hello， 你们摸到什么了呀？摸到，我们摸到彼此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以摘下眼罩了。哦，可以摘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笑啥呢？翻白程程，你看我呀，程程。这双眼睛跟你的脸特别的搭。哎，我说大姐太坏了。哇，陈明跟这个眼罩合二为一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以摘下眼罩了。哦，炸弹炸弹炸弹。怎么样，我的炸弹密室很酷吧？非常酷，麦吉。哇，眼镜哎。好的好的，如果准备好了的话，我们第一轮密室就要开始了哟。 OK， 那我先走了，拜拜拜拜，加油啦。走了呀。炸弹密室历险现在开始。第一枚炸弹引爆计时器开始启动，本轮限时三分钟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将下列动物按照其平均最高运动时速从快到慢的顺序进行排列。莎莎，你那能看到什么？我能看到红色的羚羊、蓝色的鸵鸟、没颜色的兔子。羚羊、鸵鸟、兔子，我这边是狮子、猎豹和斑马。绿色狮子，黄色猎豹。那我们是不是排除法呀？最快的应该是什么？猎豹吧。先猎豹吧，先猎豹吧。猎豹，猎豹第一，我们从猎豹开始剪，好吧 ？OK OK。来，我们试一下。第一，这是黄色。来，猎豹。对了，第二个。然后我羚羊，羚羊是不是比兔子快？羚羊比兔子快。鸵鸟、羚羊，哎，峰哥，鸵鸟快吗？鸵鸟很快。好。问我，为什么鸵鸟要问我？你这个就特别不好。我非常了解鸵鸟，鸵鸟跑起来是非常快的。哎呀，前锋有你在这儿，鸵鸟。我们刚说完。我跑得可快了。前锋，你排第几啊？前锋？那就第六了，那就第六了。我想想，猎豹，你那还有什么？鸵鸟还有什么？鸵鸟和兔子，羚羊。羚羊。我感觉哈，猎豹，猎豹第一哈。对，然后羚羊，羚羊，羚，对，应该是羚羊，羚羊第二，没错。第二个羚，我捡羚羊了啊。羚羊，羚羊。OK， 可以捡了，没事。第三个，
狮子还是鸵鸟？莎莎。哟，这我哪知道？前方，前方，快点！然后是我。方哥，方哥，方哥，前方。前方，你确定是你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什么？斑马吧，我觉得第三个马跑得也很快。我觉得是斑马快，斑马脚长，马呀哒哒哒哒哒哒日行千里。那你捡，你捡。斑马是紫色，紫色，紫色，在我这儿不动，我来。三二一，好，第四个。第四个我捡鸵鸟吗？时间还剩一分钟。鸵鸟，鸵鸟捡。前方我要帮你捡了。别捡我。啊！没事。捡了没有？捡了，捡了，安全。好，第五个狮子，最后一个兔子啊。狮子快还是兔子快？狮子，狮子，兔子快，兔子快。三，我来捡狮子。兔子快，我来捡狮子。好，崩！狮子我捡了，最后捡兔子。啊！兔子过来啊！时间还剩十秒，最后捡兔子。灰色，灰色。最后捡兔子。捡完了。没事。回答正确。第一枚炸弹解除成功，门开之后请继续解除第二枚炸弹。哎呦我的天，汗都出来了。对啊，哇，这个炸弹更大。对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这一个是怎么，这怎么这个是数字的。第二枚炸弹引爆计时器开始启动，开始启动了。第一题，请听题，请问湖中的袜子一共有几个洞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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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吧，对不对？四个。你们俩不能乱跑，要贴近我们两个啊！对。这回答正确。第二题，请通题，请问图中的衣服上一共有几个洞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个。六个。六个可以吗？六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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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，八个，八个，正面反面，正面反，八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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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正反面穿了，没错，八个，厉害了，太机智了，谢谢外边的学霸，八个太棒了，来，请判定，回答正确。第三题，请通题，雪球帮嘉宾们带来了饮料，有七位嘉宾拿走了可乐，八位嘉宾拿走了橙汁，可是我们在场的嘉宾只有十位，看来有嘉宾两种饮料都拿走了，拿走两种饮料的嘉宾有几人？太长了，求助。爽快，七个拿了可乐，八个拿了橙汁。不是，这个算不过来，他俩不是有求助机会吗？对对对，你们喊，是不是喊求助，要求助作业帮老师，对，作业帮老师，求助作业帮老师，作业帮直播课老师已连线。在我们作业帮直播课雪球数学中就有一个大招叫做容斥法，首先我们只需要让拿走所有可乐的嘉宾来报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接着我们再让所有拿走橙汁的嘉宾报数，就从八开始，一共可以报数到十五，可是实际上只有十个人呢，这是因为那些拿走了两瓶水的嘉宾他们报数报了两次，所以有多少人报数报了两次呢？那就七加八减去十，五个人呢，所以答案就是五。作业帮直播课老师提醒您，正确答案是五人。五人，太好了！我小时候最害怕遇到这种题，十一个人喝了这水多少毫升，然后什么的。回答正确。我现在不会爆炸。第四题，请听题，请问在歌曲《浏阳河》中，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？啊？时间还剩一分钟。峰哥，唱歌的题，峰哥。你唱快一点，唱快一点，弯过了九道，九道，九道，九道弯，九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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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弯，九道吧，九九九九九，快！请判题，请判定，过来过来，到我们身边来。回答正确。第五题，第五题，有三位女士，每位都有两个女儿，请问如果她们坐在一起吃饭，最少的情况下需要几张椅子呢？
又是数学题。他是问至少对不对？啊，他对他们三个人关系。那他们三人的关系很重要。奶姥姥带着妈妈带着女儿，姥姥有两个女儿，妈妈再有两个女儿的话，每三位女士每位都有两个女儿，这样的话是四个人。然后这两个女儿，又要有两个女儿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七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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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个吧。一。二，时间还剩十秒。七七七，因为八和九都被拿走了。十秒，七个，不怕，是不是七个？不怕，请判定。不怕。回答正确。安全。第二枚炸弹解除成功，没事了。分开之后，请继续解除第三枚炸弹。最后了。汤姆，真棒。不是，不要吓孩子们，没事儿，这是一个蛋糕，它长得像个炸弹，它就是个蛋糕，这是啥？快！不知道。炸弹密室第三轮历险现在开始。吃什么？请尽快完成圆盘组合匹配，并将正确组合转至答题区，一共有三次答题机会。哦，节日只有夏和秋，明白了。哦，从夏和秋开始。秋，那我们最简单，中秋节吧。中秋节。有没有月饼？中秋节。过了吧？哇！炸弹引线已点燃，请尽快完成作答，获取灭火装置。秋，我们要对着这个，对。重阳，艾草。重阳，艾草。秋。过来。确认一下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干杯。九九重阳节，挂艾草，九九重阳节。没问题。判定。回答错误，请继续作答。啊！还有两次机会。登高是不是就是他？重阳节是登高。找最外面有夏和秋。我要回家。腊八粥冬不是，十岁冬不是，春不是。请注意炸弹引线。寒食是踏青。这是南方的。这是春。踏青春。夏踏青。要回家。夏踏青，然后寒食。请注意炸弹引线。快帮帮我们！不行。是不是寒食节吃煮鸡蛋呀？不怕。再点一个，寒食下踏青，重阳节荠菜煮鸡蛋。哎呀！已进入危险时刻。我也回家。再试一次。我也回家。再试一次。哎呀！很遗憾，炸弹密室历险失败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提醒您，正确答案是下端午节挂艾草。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作业帮直播课为您加油。麦基，来看一看到底有几多石像吧。一人一个，来吧。恭喜你们获得了两座石像，来，让我们去到宝藏密室吧。没错，那前面的黄黄的箱子是什么呀？爱了棒！你想要宝藏吗？想。那你们需要守护天使的帮忙啊！那要怎么召唤守护天使呢？麦基！Hello！ 我们就是守护天使。对，我们长着隐形的翅膀。好了，守护天使们，经过一天的努力呢，你们非常棒，总共赢得了60秒的寻宝时间。哇，一分钟足够我们拿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倒计时开始。开始。
起来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被抢了，你快上！我扔啊 ！Move it, move it, let's go！ 快，扔给我，这个都扔给我！抢了吧！啊！这什么？这都是什么？王哥！这就这么样啊！时间还有30秒，加油加油！快点快点快点，石门下降啦！哇哇！加油！哇！不要误伤自己！快点快点快点，石门下降啦！哎呀！快点快点，礼物作废哦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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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完了！出得来吗？出来出来！拉跑拉跑拉跑！萌儿获得的愿望宝藏有作业帮直播课超越笔记升格礼盒，作业帮直播课雪球学习礼盒，作业帮直播课36色无木可擦彩铅立体书益智实验套装，可奇儿童行李箱零食大礼包，麦吉儿童电动牙刷，儿童智能闹钟，麦吉消毒包。程程获得的愿望宝藏有作业帮直播课学习礼盒，作业帮直播课课程学习卡，作业帮直播课立百无书包，麦吉学习手表，自行车头盔，儿童护眼仪，儿童赛车玩具套装，磁悬浮地球仪，麦吉绘本机器人，麦吉糖玩系列。作业帮直播课疯狂的麦吉马上回来，作业帮直播课疯狂的麦吉正在播出。本栏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，有麦吉每日消毒包，每天都是勇往直前的小勇士。都讲过，你的双十随时解惑，作业帮直播课，神器，零基础也能分分钟搞定。作业帮直播课，宝贝，5秒钟解题我效率翻倍。作业帮直播课，学习标配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，课外辅导就上作业帮直播课。麦吉麦吉麦吉！哇！天哪天哪，你们是八爪鱼吗？把我的宝藏密室洗劫一空哎！太厉害了！嘿嘿，两位小宝贝，你们获得了这么多的礼物，开心吗？开心！哇，太棒了，我也很开心。那么现在就只剩最后一件事了。什么事啊？你们觉得今天能点亮宝石吗？可以的，必须的，我们的战斗力啊！让我掐指算一算。你哪有纸啊，你掐一个给我看。哎，怎么着，恭喜你们成功点亮了代表智慧的蓝色宝石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宝石真的好漂亮。向麦吉 TV 和好友玩疯狂的麦吉同步答题，赢取超级大奖平板电脑，麦吉 TV 会员全家桶等你来赢哦。嗯，不愧是来自名嘴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，下次还要来玩哟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每周日晚6点半，原创动画片《23号牛奶糖》精英卡通播出，还有麦吉 TV 全网独家发送，和国民小学生牵手不与阳光。作业帮直播课疯狂的麦吉马上回来，作业帮直播课疯狂的麦吉正在播出。本栏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本节目由作业帮直播课独家冠名播出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麦吉成长说，精英卡通官方微博，精英卡通官方抖音账号，参与互动赢好礼，上芒果 TV 参加一起去闯关互动活动，超多大奖等你来拿。网上看疯狂的麦吉只在芒果 TV。 感谢微博360娱乐、鱼丸、讯飞输入法、塔读文学、 OWAT、 闪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